整只龙虾就这样占满整个火锅，想要顶级海鲜龙虾锅，价格也可以吃得很佛心。每日限量的龙虾锅放在锅里格外亮眼，完整一只小龙虾，不是小虾，滥竽充数。火锅一熬煮，散发浓浓的大海滋味。开火煮锅时，红彤彤的小龙虾让人口水直流。小龙虾虽然小，但肉却饱满 Q 弹。慢火熬煮出的龙虾锅底，再加入多种海鲜和食材配料，高贵而不贵的龙虾锅居然只要299。那你们是有跟批发商？对，有特别认识的，就是我们赚的利润其实没有很高，在外面卖的龙虾是比较贵的。对，所以我们是希望客人可以用比较低的价钱吃到新鲜的龙虾。除了龙虾锅，其他还有 cheese 牛奶锅、四川麻辣锅，全都高级享受，平民价格140元起。这种价格和菜色就出现在八德新仁夜市附近。谁说桃园是美食沙漠？如果还想再升一级，也可以试试别出心裁的海鲜马卡龙，以龙虾、干贝、生蚝、螃蟹搭配面线汤包，一笼六颗，鲜艳的色彩令人食指大动。从来没有，真的是很特别，值得。我觉得这个 set 值得你走一趟，而且它的新鲜度够。每笼180元，一样高贵不贵，享受龙虾美味。不管是吃汤头还是吃肥美，都有不同选择。记者林中正、杨芷玉，桃园报道。